看看他女主哭了，怎么了？是不是唐子欺负你了？我抽他！哟，我没想到你和唐子认识这么久了，你竟然现在会帮着我。哎，我们可是姐妹呀、啊。上钩了。你还记得前几天我公司来了个白莲花吗？啊，知道知道。唐子这段时间的确挺酷的，我就是心里有点不舒服。哎呀，唐子吧，他就是人有点蠢。果然还是帮着唐子。不可能，要和你一样进入到单身行列了。啊，这么严重？哎，大手难受啊，你哭出来吧。你能接受你男朋友骗你吗？最恨别人骗我了，康欣。那就这样吧，再到学校也算了，桥分手了，桥分手了，路不走了。没有狗了。女孩子真的不能随便喝酒，谁知道喝了酒以后会做出什么奇怪的事情啊？你不会喝多了以后更夸张吧？你说老子得有多少上面高啊？唐子是所有直男少爷的事情，不知道吧？就等你这句话了。露馅了。 Hey, you, 公司里还有这种见钱的美丽多金又充钱的快乐羡慕吧。他什么公司啊？美到窒息了，怎么回事？哎呀，姐妹干嘛那么刀光剑影的呀？如果有人一直盯着你，要么他对你有敌意，要么他难道喜欢我？YSL 方管我都试过了呀，没有这个颜色。2020年 YSL 的方管全部翻新了，你还不知道啊？只剩下时髦的红金属。你今天来是揣着这个，告诉你色号吧，也不是不行。不过，其实早就告诉你了，美到叫救护车，色号就是120。为美丽又多金的康总打 call， 祝康总跟康总的粉丝新年发大财。细闪枣泥红棕，高级复古有气质。如何正确拿到零花钱？宝贝，多吃点水果好。可是奴家觉得摇起来好累，夫人都不心疼奴家。为夫妻儿，想想办法。不过需要夫人先给点脑力劳动费。夫人，您看，零度国坊鲜榨果汁儿，不加一滴水，就像喝水果，每一口都新鲜。喝了这一口，闺蜜前男友。陈冠汉，把你手来牵。嗯，这个橙汁还真的是完全鲜榨的哎。那自然是必须的，为夫特地跑到那欧莱超市买的。那夫人，这个。哎呀，还生气了？我不是不行了，交个姐姐先听，交姐姐有奖励哈。大点声。姐姐。用点感情。姐姐。零花钱嘛，不可能，只作为礼物的尊，那小弟，那谢谢。